主厨啊，里面可能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，如果你要把那个最后的那个换行拿掉的话，啊，因为如果你这个最后那个换行如果没有拿掉的话，它变成说怎么样？它会一直 print 出去啊，它会变成说一直帮你怎么样？一直帮你换行、换行、换行，每一个都帮你换行。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说每一个都帮你换行的话，那你就记得怎么样？在后面记得加个逗点，哦，加一个什么？第二个参数叫 and。等于什么呢？最后面的东西帮我把它去除掉，就是不要换行啊。这个其实如果在输出的时候还蛮有帮助的哈。OK，那这个是第一种解法，就是我 print 的时候呢，直接把这里面的东西把它 print 出来。那还有第二种方法，我在云端上有放啊，就是说你可以呢怎么样，先产生一个字串，然后呢这个字串呢串接完之后再一次把它 print 出去，哎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哈。所以呢，另外一种解法就是字串的串接，好啊，其实两种方法都 OK 啦。不过用字串串接的好处就是将来哈，你可能比较不限制在某一个环境下，好像这个 print 我们 OK，可是问题将来如果换一个环境呢，换一个地方输出的话，可能就会需要用字串输出哦。OK，像 Django 我刚刚讲，也许你把它放在 server 上面的话，那可能就会需要用字串串接了哦。所以呢，你可能第二种方法也会需要用到。那第二种方法跟第一种方法差别在哪？这边是 print 直接把它 print 出去，对哈。那另外一种方法是我先最后再一次把这个字串变数给 print 出去，啊，结果会不会是一样的呢？结果基本上也会是一样的，也会一样。那，啊，里面有哪些差别哈？第一个就是说，第一个呢，我先产生一个字串的变数。预设值给它空着了哈，意思就是我先给它，这有点像宣告，但是其实它又不是宣告，在 Python 里面不用宣告。那我是给它一个初始值啦，预设值给它一个什么，一个空的字串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怎么样？我把刚刚那一串东西，其实这一串东西就刚刚我们写在 printer 里面的东西，把它做什么呢？做串接啊，特别是哦，串接关键就是前面这个加，你等号是。放进去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少了一个加的话哦，它会变成一把它盖过去，盖过去。如果等号的话是直接怎么样？等于，哎，直接等于的话哦，实际上就是只是把这个东西放到里面去。所以你放到里面去的话，会变成第一次是一乘一等于一啦。那可是问题，再一次的话呢，它一乘二等于二又把它盖掉了。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输出的话只有9×9。OK，那我现在是要。累加哦，所谓的累加就是说我这个串下一个，再串下一个，再串下一个，因为字串可以一直把它放到后面，串接在后面的意思哦。那，啊，这边的话呢，关键就是要必须多增加一个加的符号，加等于，OK，哎，这个跟那个数字的累加哈，哦，也是同样的概念哦。所以字串在 Python 哦里面呢，这个字串跟那个数字的累加概念有些部分是相同的哦。加等于，哦，把后面的东西串接串，那串完之后的话呢，它就会把这一串有没有串一个串两个，啊，后面一定一个 tab 串三个，一直串到第九个有没有？按一个 tab 有没有？它就是这个 J 里面串完之后呢，最后面我却需要什么？这个后面会需要再串一个换行，所以这边要反斜线 n，哎，拖一次元有没有？哈。然后，所以我就在这个回圈结束的地方，再串一个反斜线 n 串在这里。OK，这特别注意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以后哦，反正串完之后，那所以呢，这个串第一个，再串第二个，i 就等于二，好，i 等于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最后呢，全部都串在一起之后，那如果我要把它一次输出的话，那，啊，记得就是 print 这个变数。啊，记得哦，那个 print 的位置很重要哦，记得一定要是在这一阶哦，你不要放错位置哦。如果你把它放在哪一阶呢？假设我今天把它放在这一阶里面的话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它就会一直出现重复的东西。哦，如果把它放错位置啊，像这边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哦，它就变成说怎么样？第一次 print 一个有没有？第二次在同样的东西再 print，就变成一直重复。OK，那，啊，如果你放在这一阶的话，他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最后一次啊，等到这一些回圈跑完之后，再整个全部再输出，哦，这个是用那个字串累加的方式，哦，啊，把它完成，啊，尽量啊，当然哦，可以的话呢，自己从头到尾把它做输出，
两种方式哦，一个是用 print， 一个是用字串输出，然后两者其实都有它的重要性哦。OK， 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那个输出什么？输出那个三角形部分。啊，三角形部分的话呢，请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来云端上面哦，有一个输出正三角形。那这正三角形里面呢，就是从一颗星输出到14颗星，一颗星啊，第一列啊是那个一颗星、两颗星，哎，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刚刚好哦？我第一个回圈的时候输出一颗星，第二个回圈输两颗星。这地方的话呢，当然几种做法，你也可以用串接的方法。如果用刚刚讲的字串哦，你可以第一个先输出一个，然后呢这边加一个换行，哦，然后再串第二个两颗星，再一个换行，三颗星再一个换行，一直可以推。哦，请各位试一下哈，当然我们可以用，也是一样用 for 回圈哦，把三角形正向输出了。那另外的话，底下还有呢，用反向输出。哦，反向怎么输出？哦，方法很多了。哦，啊，另外还有什么？再加上这个，变成这样子的输出。啊，前面就是加空白。哦，难度其实还蛮高的。啊，再反向变这样子。OK， 很多种形状啊。不过尽量哈，可以的话呢，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输出啦。你不要一下就直接看答案哦。那这样的话，变你会被我的逻辑牵着走哦。以后的话，你要自己做出自己想要写的程式，可能就比较有问题。好，尽量试试看哦。所以请各位第一个哦，再把刚刚的九九乘法表用字串的方式输出哦，串完之后再一次 print 哦。那，啊，这做完之后的话，再利用那个啊，这个三角形部分哦，试试看哦。